Hello， 大家好，朱昌道。嗱，咩事咁大烟呢？系咪恐怖袭击呢？嗱，大家唔好误会，唔系恐怖袭击。今晚大约六点零钟到，澳门马场海边马路新美安大厦咧，楼下有间咖啡室嘅阁楼烟通咧就突然起火，冒出大量浓烟。嗱，大批民众咧就喺对面围观。嗱，警员咧同埋消防员咧。已經到場處理緊㗎啦，暫時未知有冇人受傷，希望咧就吉人天上啦，冇人受傷啦。以前咧就經常發生嘅，食店嘅煙通咧，因為積油太多咧，有時搶火咧就會引發火警嘅。住喺上面嘅居民就慘啲啦，肯定要走火警疏散。希望消防員啊盡快救熄啲場火，冇事啦。好，我哋呢次直擊跟進到呢度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